南孝子山。哈，阿甘教练已经铁腿了，他最近两天蛮操劳的，快点啊，还好吗？你脚看起来不太行。我们要去挑战的这个孝子山路线呢，听说不要发出怪声音，好吗？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敞刊啊。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应该已经看到正片已经上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先跟着找了阿甘教练一起来下水，陪我爬这个孝子山。看起来路线在 Google 说30分钟就可以爬完，但他这个。它这个蛮陡的，没办法嘛，我家也就是5兆。什么？这是鸟叫声吧？猴子能这样叫啊？你要吓猴子？好久没爬山了，天啊！我们已经忘记按表了。记一下爬山有多远呢？我们要下去，等下再上来。现在海拔164，然后我们刚在这边看一下脚本，这边到时候要讲的台词蛮长的，应该就是你们现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一段。那听起来蛮变态的，但是其实你非常具备冒险的精神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还会跑到人家住家里。可以开车上来，最近的停车场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开车上来这边停着，再开始爬。可恶，被骗了！看起来很有难度的路线。哇塞，真的很恐怖哎！这个上不去啊，这个到上面只剩下一点点阶梯。你走就对了，后面那个。好，后面有钢丝走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前面有那么大？现在三个路线。刚阿贝说是要走这个。我们现在要进入孝子山。难度路线，首先先抓紧这个缆绳，真的很陡哎！天哪，你看，不是开玩笑，这边真的很陡。还是人家是爬对面那座，你看那座，你看对面那边，那个很恐怖哎、欸，应该是慈母吧，好恐怖哦、喔，因为爬上孝子会看到慈母，我要转身了，向上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刚在那边空拍机拍得很爽，才发现原来这边叫做慈母峰，慈母峰不是孝子山，孝子山是那一座一颗一枝独秀那个。刚刚阿北跟我们说这里是孝子山，那个阿北，对啊，他一定自己想拍独照，然后把全部人都支开。他说啊，这三条都会到，完全不同路，请问到在哪？因为孝子山。这边下去再上去就到了，好远。然后你的空白机上面那个阿北就是那个，好，空白机画面给他放上去，就是他，请看。
错，我们刚从头到尾都在爬的叫做慈母峰登山步道，我们终于过来了。现在从这边，你看慈母峰，我们刚刚到这边，现在是要往孝子山哪？往这个方向。我们刚左右的时候转错边了，360公尺，出发。哦，就是这边了。现在已经到孝子山了，但是孝子山要排队，所以我们现在架空拍机飞过去看看，然后来找一下等下空拍机的绝美拍摄景点，顺便等他们那边的人爬完，等下就换我们了。但这边空拍说真的是蛮有挑战，因为这四周树超多，很难飞出去，有点危险，所以都要手控飞行。没有办法，就是用那个平台起飞。后门了，现在导演在上面，很陡，超陡上。看镜头，快点！下面很多人在排队，掉下去了，脚要踩稳。哎，这个镂空会错哎。好陡，天哪！看画面看不看得出来？我现在是一个垂直的状态。哎，这个手不抓会倒哎。对呀。哎呀，好串哦，好串。哦，上面重点是平的了吧？好啦，登顶成功了，准备下山了。真的是，虽然只有360公尺，这边耗了我们快一小时，可以下山了。礼拜四还要来拍摄一次，那影片应该你们已经看到了。OK， 场看完毕。今天跟以为摄影师来骑车，很久没骑了，最近工作有点太忙，都在家里踩训练台，所以今天来剑南路中社路绕绕，今天目标踩个剑南路来回，中社路一趟，大概这样就收操吧 ，Go Go。大概已经是五岭回来脚比较恢复之后的状况。前阵子去运动按摩，小腿的地方是肌肉程度比较健康一点，所以就先从低强度开始维持一下爬坡这样的感觉。因为下一场比赛9月5号马上就要到了。刚下滑的太爽了，来不及拍，已经回到剑南路了。起点，我们现在第二趟要骑回去，然后接下来往中社路前进，出发。很累吗？还好，还好，可以哦。这路还好，没有完全一直上。OK 的嘛，长期就会适应了，好不好？只是现在剑南路一开始起点就有2公里的大上坡啊，
先骑车。大上坡来了，连续了。竟然录的今天已经结束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累啊。还好吧，都已经要下滑了。耶！一到竟然录的凉亭就受不了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往棕色前进。凉亭到了。继续出发。